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，这个四句定场诗啊，是人生的几大喜事。我有这么一个小毛病，就是习惯了，一般的就是开头这四句跟结尾这四句啊都是前后有呼应，而且呢前面这四句跟我这正文一定的有联系，这不能瞎说。我说一个，把这三国的、水浒的随便找一定场诗搁在这儿，我觉得跟我今天说这书不一致，意思不一样呢，我感觉对不住各位亲爱的观众。从头到尾呢，无论说哪句话，前面的定场诗表达什么意思，都让它基本上啊都挨着一点，别不挨着，来十八扯，哪句跟哪句都不挨着，那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表明什么中心，得说明白了。这个首先我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来看我们这场这评书，你看今天人还真不少。各位，我不瞒各位说啊，我一赶的德云社这个周六周日，我特别的高兴。什么意思？终于看见您了，就乐意给您说书。当然是能力有限，这个水平很一般，就是卖把子力气。像我这样的呢，也胖啊，也虚，也卖不了什么力气，是不是？看见您心里高兴。这个这星期发生了不少故事，我从这个微博上啊，大家也看见很多给我回那个评论的，我估计大部分今天听书的观众都来了。这是周一，这是我们家一个老人去世，我发这个微博呢，各位也给我回应了，我心里边真是十分的感谢您。这一星期啊，净跑这些事情了，而且呢，这我连这半年的事儿啊，都赶这一星期了。家里有老人去世三天呢，这是到第三天呢追悼会，又过三天呢，得我们那儿圆坟，这都得跟着去。结果这家呢，红白喜寿大撞车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个我们这兄弟呀，家里兄弟呀，前三后二五定吃这个订婚饭。打算结婚，是错一星期看看奶奶怎么样啊？还说没问题，还能盯一星期。再看一星期啊，这个孩子还行，还能喘口气儿。再盯一星期吧，盯来盯去呀、啊，就跟我们那老奶奶快撞一天了。结果她头天出殡，二天吃订婚饭，这盯了一块儿了。而且呢，我呢这是丢东西，我也发那微博了，北展剧场丢条彩裤。这个丢到彩裤的，我这个到张元周日演出，我一看这彩裤没有了，随便找一个，找一个，我这个肉大深沉的也提了不上去呀、啊，凑合的算是演下来了。演下来呢，我就给刘源打电话，我说你给我带一条彩裤。结果他热心肠，我带一条，我说老李，我那没有别的，就红的，我说红的也没问题，我说你带着行了，得嘞，我说你我肯定能穿的。我万万没想到啊，好，穿上这彩裤能滴这脖子这儿了，哎、好家伙，我说你这，我这个还瘦了，现在小了，我说你得多沉呢、啊，这是发生这个小故事。晚过两天买彩裤去，我这个靴包啊，就这包啊，搁上我这个隐形眼镜，因为我这近视，还带散光的。里边我这包啊，一般的就不往家滴了，搁这个后座上。后座的这包里边呢，什么有那个什么那个手机的那个那叫助听器是什么？那叫我也不明白。就是我这个比较落后啊，我到饭店要菜的我都喊，哎，同志，我那个开份菜，人都傻了，您叫什么？我说同志，人现在都不叫这个，我还同志呢。我夫人在边上乐我，我说你乐什么呀？你怎么喊同志啊？我说这不是同志吗？他说同志啊，听说有别的一层含义呢。我说这我真不懂。结果买这个呢彩裤，
买着回来35块钱，一出门一看车，哟，车门开了，再一看我那靴包让别人提了走了，这儿子没找着，又把爸爸给丢了，你这倒霉催的，这一星期呀、啊，就是这个也受累了。为什么我这腿呀、啊，这腿也着凉了，也累的，这腿脚脖子疼，所以走道有时候一点一瘸的呀，我脚有点像老前辈高凤山高先生的这个，没办法这个。咱们几句闲言，让您一乐一高兴。我把我这一星期啊这些事情我叙述一遍，我心里边稍微的也痛快一点儿，是啊。这个今天说这个书目呢叫《鸭头》，在《聊斋》491篇里边，有大篇的，有小篇的，有中篇的。这个鸭头，蒲松龄老先生写的是鸭头。倾注了心血了。这个故事呢曲折，而且呢很动人，里边有一层深刻的教育意义。这个在此呢我先不多表，为什么呀，这个书里边大家仔细的体会，到最后咱们再说。就是揭露了这么一种人，一个行当，包括社会的一种现象。表这人呢姓王，叫什么呀，叫王文。原文上两个字，诸生王文。这诸生我一看这个注解呀，也有批解，诸生就是儒生。我也不明白这儒生是什么意思呢，后来呢我又翻阅了一些资料，这个儒生跟诸生等于现在咱们的高中生。在那个年代，小伙子21、22岁的能上高中，就是诸生、儒生、书生，就很不简单了。在那会儿呢，他考完这个功名之后，就可以再往上晋级，接着考，再考下来之后就可以当一些小的官了，就能为老百姓服务了。而且呢这个王文呢出生特别的悲惨，他呢21、22岁住在哪儿呢，山东青州府聊城县，这是一个小山村啊。10岁出头父母啊都病逝了，父母呢给他留下了一些家产，可是家产并不是特别丰厚。父亲在世的时候做了一些买卖，这些买卖呢也不是大买卖，可是这一家子过得也是比较舒服。父亲一去世，母亲伤心，跟着父亲也去了，就剩孩子自己怎么办呢，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家巧，这是文言的啊。幸好他有叔父，就是他父亲的弟弟，叔父沈母。王文跟着叔父沈母一同生活。叔父沈母呢家里边没有孩子，就是指着王文。这个叔父对王文来说呢110，为什么呀，我哥哥我嫂子去世了，丢下我这个直男，我家里没有子女，我拿我这个侄子王文当做亲生饲养，这份心特别的好。问问这侄子每天吃饭不吃啊，喝水不喝呀，读书上进怎么样啊，千万不要耽误了书业，每天要用功。这个沈母呢各位就差一点了，他毕竟啊跟这王文呢没有血缘关系，每天看着这个王文眼中钉肉中刺。这个咱们中国和外国呢有这么几大工种，叫工农商学兵啊，前面这几个都能够自己养活自己，以我的自食其力，我去干活，我去工厂，我去下地种谷子，种稻子，种稻米，都能吃饭糊口是没问题的。
唯独后边这两样，一个学生，一个兵，这两样都需要咱们社会人来饲养他们。包括这个兵来讲，咱们各大部队以前裁军50万，为什么呀？咱们国家没有战争了，养这么多军队，这一天耗费的粮食钱财那是非常的多的，这个数目非常的惊人。我看他们那新闻联播呀，还那焦点访谈呢，说了一些这个数字，我就不在这细表了，因为这个跟咱们也没多大关系，也没必要咱们去询问这件事情。唯独这个学生，包括现在的学生，也都得指着父母来养活。你何况那个年代了，现在咱们我看他们那个我的弟弟妹妹们，我这身边的人，有的上学的父母给的钱少，达不到自己这心愿，不称心。我这个给了这一月给了我500块钱，这500块钱光吃光喝我够了，我想买身衣服。这衣服呢，现在来说不是忒好的，就得200-300块钱。一个背心，咱普通穿的背心就得100多，那算便宜的，对不对？小姑娘小小的，自己买身好衣服好鞋，好赖一花钱，这就得1000块钱。没有，咱们可以外面打工。现在这个麦当劳、肯德基、虾哺，给人刷盘子、刷碗，咱们自食其力，这个不寒碜，对不对？打完这钱回来一点，哎，这我买的什么呀？这我要明天我来场电影，看看那肉蒲团怎么样。当然了，这也够猥琐的啊！要是这人家电影，人家香港都出来了，咱们说一说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哪位有回来给我来一份啊？这个现在这个年代，自己挣点钱养家糊口都可以。那个年代学生来说，他不可能去外边去打零工去。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麦当劳、肯德基，都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每天只能在家里边这1亩3分地不出屋，看一看书啊，写写字啊，养盆花啊，这属于消费阶级。大家读过这马克思辩证论的，这唯物主义跟这辩证主义各方面，他家讲得很清楚。您这是消费阶级，就不要有任何的思想，也不要有任何的奢望，因为您挣不来，您只能花销。这花销，王文每天在家里花销从哪儿来呢？只能是叔父神母给。这叔父对他当亲生饲养的一般，神母心里边就不好受了。这么大小伙子打入到我门来，也是10多年了，也是大小伙子了，每天还得等着我给你钱，这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哪一样都给我们伺候你，这心里边对王文有很大的意见。我叔父神母，我们这个岁数也都50出头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虽然没有个亲生饲养的人，拿你当亲生饲养，我们对你110，可你对我们的回报连50都没有。对他这心里边就稍微的有点妒忌，这不行。每天呢，这王文呢看见这个叔父神母啊，特别的客气，他毕竟不是亲生的父母爹娘，见着啊，见着叔父了，一一道地，叔父好啊，神不好，客气。叔父呢对他就关怀备至，怎么样啊，今天读着书，读了一些什么书啊？啊，我读的什么水浒啊、三国呀、这个东西汉呐、全本的哈利波特呀，啊，没有这些，读了一些书啊。好孩子，多多用功，自有你出头之日。这是神母，哎呀，孩子吃饭了吗？今天还未曾用饭哦，没吃呢，没吃呢啊，那回再说吧。这饭呢，就得等跟他们一块儿吃。人家每天下地去干活，回来之后呢，打的什么时候做，这王文就得跟他什么时候吃。王文21、22岁，
岁数一天比天大，觉得不好。这个我每天我不自食其力，读一些书，虽然我是书生，高中生，有学历，可是天天指着他们吃，这也不行啊。哎，算算日子，差不多了，什么差不多了？就是每年的开科入考，进考场考试，得个一般官职的，什么这个状元呐、才子啊，什么榜眼探花呀，我万一的要能考中一样，哎，我就不指他们了。我拿这个官儿，我自己就能生活，就能养活我自己了。可是又一想，哎，我想去，我能考中还则罢了，要考不中回来可怎么办呢？这个神母看我，他不吃了我的心都有啊。可是，那我也得去，为什么？每天在这儿，他看我这么别扭，我看他，我这心里边也别扭。这两方面越看心里边越不舒坦，如果年深日久，这心里边都有了积怨了，以后有这个疙瘩解不开，他毕竟他养了我十多年呢，是不是？以后我得为他养老送终啊。可是，哎，去可是去，钱呢？山东到北京这儿科考，这路程也不算近，那年代没有汽车、火车、轮船都没有，顶多是高头大马跟小毛驴这两样交通工具，没有别的。这需要银子，需要钱呢。我到那儿去，当中间花费这些路费、吃穿住行，哪一样都得需要银钱呢。哎，没办法，低着头思想这个事情，进了屋要找他叔父谈一谈这个事情。他叔父自己在屋子里边坐那儿沏好茶，下地刚回来，拿着旱烟袋正抽烟呢。进了门一一到地，啊，叔父，哦，王文，哦，侄儿来呀，坐坐坐。王文坐在这儿跟叔父想踏踏实实的敞开心扉聊一聊。叔父啊，侄儿有一个想法，不知是当讲是不当讲啊，侄儿有何话竟敢说。哎，您看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每天都得指着您吃，指着您穿，而且呢我是有点功名的人，我现在我是高中生，我想进京求取功名，不知叔父可曾允否？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呀、啊？这里边还有一层深刻的含义，包括咱们家里边孩子，原来我小时候也如是。假如我看原来小时候出过这变形金刚，原来这价格也不菲，那年代抄起来也得七八十、一百多。跟母亲说，妈，我想买这变形金刚，您看行吗？这个话来说，不是说这啊行，你去吧。他说一个行字，他就得给钱呢。他说行，去吧，去我拿什么去呀、啊？我俩空手，我到那人就给我了。所以他问叔父这句话：“您看我进京求取功名，您看行吗？”这叔父当时一听呢，哎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不瞒你说，你不提起此事啊，还则罢了；提起此事，叔父我的心跟你想的一般不二。叔父我也有此心，不过有一点，你要去，叔父不拦着你。如果去了没得到功名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一定要回到家中的。可千万不要寻一些短见。这个叔父呢，给你凑一点钱，不过这个事情一定要跟你神母也要说上一说呀，看你神母他对这件事情抱什么态度，
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打开咱们家这个钱匣子，拿出银子来给你，让你去，我这心里边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。言外之意，哎，气管炎做不了主，我乐意让你去，你也想去，咱们叔侄爷俩心里都高兴。可是有一节呀，没钱呢，这路途离此遥远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啊。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你神母发生口角，哎，我也打不过他呀。哎，说着说着，神母进屋来了。啊，王文，你且退下。叔父把王文支出去，在屋子里边踏踏实实的跟这位大奶奶要讲一讲。哎，这个出去了啊，刚回来不是吗？这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啊。嗯，可以。什么事情啊？这个王文呐，要进京求取功名啊。好事啊，这是好事。可是这个啊，他去是去呀、啊、他这个啊，他这个银钱的物有啊。行了，您就别上口了，您就啊，这个钱的问题哦，钱呐、啊、钱好说，不是我亲生饲养，拿他形同骨肉一般。今天你跟我说到这儿了，我呀大人大量，没别的，这个数200两，20两，嗨，20两，要不要？不要，连这都没有。要。哎呀，你去叫他来吧。好。叔父出了门，把王文叫进来，见了神母，作了揖，神母好。哎呀，拿着这20两银子，这神母坐在这儿，眼皮都不撩，还要卖派慢派。您琢磨琢磨，这人这手心朝上，手背朝下，管人要钱，这可不容易。我说到这儿，我有几分的感慨，因为想当年我家里边也不富裕，我的父亲呢也去世的比较早，我母亲呢到了我22岁那年呢又得了重病，瘫痪了将近10年。那会儿呢，我呢喜欢戏曲，拜了一位老师，就是这老师呢叫吴银秋，吴先生，咱们中国京剧院退下来的老先生。拜吴先生，那会儿在这个牛街呀有个吐鲁番请客，一请三桌饭。那个会儿也没有银钱，也没有钱，家里也没有钱，都瞧了病了。可是拜他的这三桌饭需要我付钱，这就难着我了，没有钱呢。这三桌饭那是在03年的时候，那也得到了1000多块钱，2000块钱，没有钱。那会儿有一个人救了我了，就是我家里边有一位表姐，她是教师，教政治的。这位我这表姐在大兴的红星学校教政治，我这表姐夫呢是这个农业大学毕业的，在留的学校里当教师。我家去了聊天，聊起此事来，我这表姐夫从兜里边打开钱包，掏出1000块钱来就点给我了。这个当时这1000块钱接在手里边，各位，这个可不是我要的，可是这心里边特别的激动。有可能咱们外边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都这么说，可谁都没赶上过。真要遇您事儿了，无论是几十块钱、几百块钱，包括上千元，人家雪中送炭给了你了，你这心里边对那份感激之情不尽言表。到现在我这位表姐夫呢跟这位表姐呢带着孩子都出国了，澳大利亚陪着孩子陪读去了，两口子特别好，我现在对他们这个都非常的感激。有时候我每年春节看他去，我都多给他们这孩子钱，
为什么？他们说别给钱了。我说不行，因为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您帮助过我这个事情。你包括今天王文一伸手要这钱，往前一探这手，再看这位神母把这20两银子往前一递，又拿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一话，我们今天要扬着扬着你，这叫行话呀，我就寒碜寒碜你。哎呀，20两是20两，给你啊，那可以。可是呢，此去进京，不要乱花费，是不是？哪叫吃香的喝辣的，那都不允许，吃饱了就得，孩儿啊孩儿啊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一伸手把这钱给你，哎，这个20两是20两，给你是没问题的。可是呢，到那个地方，天子脚下，代王之都，给你可不许乱花费。哪叫秦楼楚馆，那可是不能去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知道。一伸手，给你是给你。哎呀，还有一些事情，住店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如果这20两纹银让别人偷去了，白费。你呀就客死他乡，要饿死在外边，你可别赖我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伸手给你，这回就给了。没那么多废话了，您琢磨琢磨，要换各位您处于这王文这个心态，当时他这个身份，怎么接这20两银子？这脸上臊得一红一白的，尤其是这挤来挤往，他叔父在边上看得真切，心里没办法呀。哎，得拿这20两，谢过神母，转身出去，回到自己的屋中呢，把这行囊包裹一应的事情都安排好了。叔父进了门了，再看这位叔父进了门，看见王文坐在这床边上，来来来，坐在这儿。王文再坐在这儿，再看叔父这个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。好呀，你神母给你20两纹银，刚才我看得真切，叔父我这心里边也不好受啊。20两纹银，现在当现在这个价钱来说，也就是2000块钱。您琢磨，咱甭说坐这个车，当然动车就别坐了啊。这个坐飞机呀，那这机票都不够啊，根本就。你还别说这一应的事情，吃饭呢，住店呢，而且他每天都走不了多长的路程。哎，20两啊，孩儿啊，20两够干什么所用呢？哎，叔叔啊，叔叔，20两还得感谢我那神母对小侄我的厚爱。哎，孩儿孩儿，千万不要再说这话了。叔父，我听你说完这几句话，心似刀扎油烹一般的啊，不贤良的神母啊！可是我们都这么大岁儿，膝下无子，只有你直男一人，我拿他如何呀？那个年代又不实行离婚，写一纸休书，我拿什么理由休了他呀？各方面的事没有理由啊，孩儿孩儿啊，此去不要多想。那神母给你20两，叔父我到外边给你凑一凑。叔父东拼西凑，又凑了80两，整100两纹银，递到这王文的手中。王文接过银子来，一行热泪滚腮边的，哎，感谢您了。我太谢谢您了，这100两纹银此去就够我的花费的路程了。可是啊，叔父啊，叔父，您这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此番我走了，您一定啊要注意身体呀、啊。我此去，没准1年回来，2年回来，3年的路程回来，
希望叔父你保重身体。说到此处，这叔父的眼泪呀，一行热泪呀，哎呀，您琢磨吗？这老人呢，看见孩子，无论是工作，还是考试，还是去外地上班，哪一件事情如果不在自己身边了，他每天都在惦记。而且那个社会，如果王文出去到外边，钱花费了，在店中一困，就有可能把你困死店中。哎，王文呐、啊，王文，叔父我不求别的事情，一百两纹银是小啊，你的性命是大。此去，咱们家有个小孩叫王生，小生子，让他陪着你当你的书童。小生子是我花银钱在咱们本族买来的孩子，父母双亡，今年十三四岁，跟着你此去，照顾你的行程。孩儿啊，千千万万不要多事，千千万万不要求取那些虚荣的荣华富贵呀、啊！你只要安安全全的回来，不要让我这个白发人反送了黑发人。叔父，我这心里边对你，对包括你死去的父母在天之灵，也就有个交代。哎，叔父。不要多言，侄儿我已经打好了行囊包裹，此时便与叔父分别。说着话，小生子王生牵着一条小毛驴从这边踏就过来了。这个来，我给介绍小生子老爷，这个你叫叔叔。哦，叔叔，管王文叫叔叔。王文一看这小生子长得特别的可爱，嘿，有一米二三的个头吧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好看。哎呀，小生子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？家里边父母早亡。哦，那你家里还有什么哥哥姐姐吗？不瞒您说，我底儿上啊有五个哥哥，那你我排行第六。哦，小六，嘿，小六，哦，此去跟我进京，不要多事，千千万万不要惹是生非。好，主仆二人，这王文骑着小毛驴，王生这位小生子担着一个扁担，左右前后的书箱，看着远去，这位叔父一看呢，哎呀，离得越走越远，抬起手来，眼望去的方向。哎呀，王文呐、啊，王文，切记叔父我对你的嘱咐，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一片的真心。说到此处，叔父看不了这个形象，转身就回家了。不表他们，再表这位王文。跟这小生子主仆二人一路上有说有笑。这回王文一出来呀，这心里别提多痛快了。哎，每天在家中看着我那神母，这心里边啊不痛快呀。包括咱们现在咱们各位上班也如是，在单位我干这份工作挺称心，挣的钱也不少，家里边各项花费都没问题，而且还有富裕。可是在单位同事之间有隔阂，他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他不顺眼，谁看谁心里都别扭，由此长期积累下的恩怨。您琢磨，在单位认可他有什么，挣多少钱，干这活有多顺心，这都不管用。尤其是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，每天磕头见面，见着面了心里就不痛快，他这份工作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这个王文呢离开家，哎，可离开我这神母了。每天看见他呀，我这心里边啊，哎，别提多难受了。任可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吃什么好东西，我这心里边都不痛快。小生还劝王文说，这个您这个出来您这么高兴啊？那当然了，咱们出去游山玩水，说是进京求取功名，这一路之上咱们连玩玩再看看多好啊，这心里能不痛快吗？嘿，您还别说，我想的跟您想的一样，虽然我比您小这些，我没出过门，这回我借您的官出去转转哟，嘿，我好好伺候伺候您，哎，没问题，咱们叔侄俩一同进京，路上有什么事儿，孩子有事儿就跟我说，咱们俩有个照应。好好好，就这样了。俩人连说再笑再走，这个时间呢一点一点就过去了。连走了几天的路程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而且呢这一路上特别痛快，心里边也高兴，也没觉得累。每天呢到差不多了，现在和现在的时间呢5点多钟，如果碰见乡村的镇店呢，哪叫店房啊，住一住。单说这一天走着走着，走了有10多天的路程，忽然天降大雨，火这雨下的呀，瓢泼的一般，哗哗的，没地方藏，没地方躲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看时间，哎呀，4点多钟，都这点了，咱们得住哪儿啊？小生子说了，哎呀，叔啊，您看这个下这么大雨，咱们这都浇透了，咱们得找地方住啊。您看这雨一时半会儿的也停不了了。那好吧，那咱们赶紧走吧，咱看看如果没有乡村镇店，看哪家农户咱们可以借宿一宿啊。好好好，走着走着正好路过一个小村庄，这个村庄啊人户不多，有那么10几户，有那个挨着村边上有一个大车店，搁现在来说那会儿叫大车店，就是闲散的客人呢，哪叫做买的做卖的呀，都住在大车店，相当于现在的旅馆，可是没有旅馆啊那么高级，现在旅馆住的床啊全是单间啊，那会儿就一大间全是通炕，从这头到这头10米长的大通炕子，这一住住10多个人20个人随便住，早晨起来随便走你的，谁都不管。这个钱呢也非常少，搁那会儿呢也就是1钱银子呀或2钱银子呀，随便给一点可以走，管吃管住，特别方便。到这儿来了，一看这门口啊不巧挂着，一看挂幌子，怎么关着门呢？哎，敲门敲门，上前一敲门，当当当一敲门，打里边出这位老者，您我们住店。哦，这小孩几位呀？2位，我跟我叔。哦，那是我叔。后老者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呵文文静静，长得真漂亮，嚯。住店是住店，可是不巧啊，啊，怎么不巧啊？这个没有房间了，没房间您凑合凑啊，哪儿都行啊，我们哪怕从您外屋来搭个床，我们凑合一宿，转过天来雨停了我们就走。哎呀，实在是没有房间呢。这个王文走上前去，一躬到地啊，老者，我们这行至途中天降大雨，有些不便，请您呐行个方便。抬头一看，这老者印堂发黑，好像有心事。哦，您，哦，书生，哎，你们俩倒不像为非作歹的，可是有一节呀，确实不老方便的。我们这儿有一间房，可是呢，这间房盛着东西呢，
怕你们不敢住。怎么不敢住？没关系，我们乃堂堂大丈夫，还怕一些什么事情吗？哎，不瞒你说呀，昨天傍晚我的儿媳妇儿不幸去世了，疾病不知怎么回事，他吃了100个包子之后就死了。啊，那就是撑死的啊。哎呀，不知怎么回事啊，我们家呢居家发丧，可是我儿子呀没在家，发不了丧，得等他回来，而且现在空出这间房里呢正好停了他的尸体。哎呀，你看看就这一间房，说那还有别的房间没有啊？不瞒你说，凭他这间房里边还有一个套间，这个套间呢就有一张床，没有别的杂物，如果您能住的话就在这里边住，我们分文不要，您转过天来雨过天晴不下雨了，您可以走您的，吃在我这儿吃，也不要您钱。小生一听，哎，说这可不错，他不要钱，去，这人死了，停到屋里边，对，停到屋里边呢，入殓了吗？什么叫入殓了吗？就是入没有入棺材，没有，就在屋里停着呢。拿纸啊糊的背，已经糊上了，毛头纸盖脸都糊上了。哦，里边有一间房间，啊，跟这是通着的。哎呀，您住是不住啊？哎，张子，怎么说？这个听你的，说他不要钱呢，他一分钱不要，他还管饭。这咱不住谁住啊？走，三说两说就给拽进来了，把这毛驴牵入棚中，该喂草料喂草料。把这个书箱啊都提了进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跟着我来，穿房过院就来到这间屋子了。后院北房，打开门一看，正中间就停着这位大奶奶，看不见模样，看不见脸，身量长度都能看得见，在中间床板上停着呢。哦，咱们那你跟我来，绕过他去，靠后脸这儿有一间小房子，您就住这儿就行了，这儿没问题。